唯一一个女歌手的声音，到现在我找不到另外一个很像的，就是孙燕姿。谢谢。你是不是要换衣服了？我想站在这里。你想站在这里？假的。我想走。不是假的。导演在骂我，导演在骂我。OK。他一号台是不是？后面一号台是不是？好，一号台是谁？孙子。就现在。声音是在流行音乐里面，它有一点香摇的味道在这里，然后要很少很少歌手有这个味道，所以真的非常珍贵的声音。好了，这是你为了配合今天的感觉，所以选了一首够长让他换衣服的歌。他来听我的演唱会。Time.
在超市里尝到自己的美。Thank you.